嚟到睇花展，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攞靈感砌翻個花籃，學佢哋凱旋而歸啊！事關我哋香港代表隊遠征杜拜啊！上一屆咧佢哋勁到冇朋友啊，連人杜拜兩場國際一級賽事，所以今日我要好好為佢哋打氣啊！嚟緊星期六頂峰對決，七大名區列陣，威爾頓、天狗，好好計。色多福、喜寶區、崇山堡、幸福指數、決戰杜拜，大家記得留意啦！呢頭香港馬壇派賽區全力進軍海外，但係嗰頭同時有多匹靚馬大舉入侵香港喎，究竟佢哋嚟做咩咧？睇下啦！为庆祝成立130周年，马会特别呈现糅合马术同剧场表演艺术的大型汇演已经登陆香港了，而汇演的马匹都到了。日前他们在技招上面公开亮相，期间马会派出大型空调运马车、马匹救护车、兽医专车、紧急工程车的运马车队协助大会运送马匹，同时马会兽医团队亦随时候命，为有需要马匹提供检查、诊断和治疗，预防他们发烧或者水土不服。每年花展除了花要靓之外，还要搞搞新意思满足花迷的嘛，就好像这个互动摄影 3D 体验区那样，影相都开心过人的，不知道马迷对我们的革新又满不满意呢？马场潮语 App 进行大革新，不单止新增多个马场专用术语，还请来美琪 BB 科拍网络人气王达哥深入浅出解构给大家听。马会呈现的精彩节目全部都目不下级的，就好像这个花卉展览一样，而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 Sweet Sweet 啦。4月1日快活谷将会跟大家提早庆祝复活节，场内会摆放朱古力复活节场景给大家影相留念，大家在场内换领兔耳仔，即时化身可爱复活兔，在复活节场景影相兼分享到网络平台，最有创意的有机会赢取甜蜜蜜的礼物回家的，详情浏览马会网页。最后提提大家，星期三晚沙田有夜赛啊，评委人会同大家分享心得，记住留意啦。我就继续上花先啦，拜拜。